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讲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现在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可能同我同样，我们的生活如果会过顺心，嘛会幸福。但是如果在空余的时间，可能有一群人会听我们的隔壁，也希望我们的听书同我们的关系。我们今日有请到来宾是尼泊尔的爱心书慈善会的理事长。我们的总游客来到了现场，也要同我们的收家的爱心书慈善会都来做忙事情。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游客来到了现场。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泊尔的爱心书慈善会的理事长，总游客大家好。我请问一下，你这个头我讲的爱心书慈善会在尼泊尔嘛？哈，也不慈善会，本身的工作内容是讲嘛的呀？我们慈善会工作内容，人家有在做艰难救助，安尼贫困家庭呢，个人用安尼较贫寒的学生诶，啊个托儿的老人家，啊个物资转运一部分，我们有在做，如偏乡的学校吼，啊较无资源的地方，我们会送物资过去。主要是我们一个协会成立，就是在做物资转运。能成立一个协会的，嗰阵头都其实已经讲到，喺我哋一般我哋沙飞乡，我看到嘅慈善协会，譬如讲，我哋做我哋嘅艰难救助啦，哈，我哋咧，我哋咧可能独居老人啊，即个等于喺啲老人家会去提照顾啦、送餐啦，哈。但是头头讲嘅啲最重要咧，讲，物资嘅转运，当初都我想到讲去做啲物资嘅转运一件事，因为一件事情其实喺我哋从中看到我哋咧。一些的消费地方，贵州做，贵州人去做一件事情。因为吼，哎，之前哎，去过几度，哎，之前古来做些时间，哎，温阳县哎去过，啊个，伊条沙湖机关，吼，一条哎都去做过。啊，哎，你看到几度安尼资源，许多的你无拿出来，发放半日等于，所以哎有想讲啊。一部分我们关注我们自己来做，自然的部分都其实要空共享啊。因为那你讲的方法都反映到讲，其实你这个作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从那个地方，那边可能爱需要资源，哈，我们会建筑啦、哈、商户啦、某路给到米啦，给到。但是我们后来其实会发现到讲。我哋沙飛嘅資源可能都攝中嘅睇啲，我可能佢嘅好有名嘅，嚇，他肯定看得到嘅，嚇。但是其實我哋沙飛啲波有幾多嗰種冷冷上上，嚇，可能一啲量嘅，嚇。但是我冇人播出來，冇人知，嗰種我哋嘅資源唔會走到亞非神行去。嗰種你等於你講你最重要做一啲我哋嘅資源嘅一種運送同分批嘅啲工作，係咪啊？錯錯錯。咁像你當初做安尼嘅事情嘅時間。你这个把安阳强呢，也应该没办法存到蛮多钱吧？也光是菜是存唔多钱啦。其实我本身我都是一个在地沙滩的一个管理员。我等如同朋友之间，我等如果在网络上面来做连接，如果做如资源如何对网络上面，他跟你互相分享安尼。嗰时等于讲，你这个以前在美容路上面都会我哋啲菜 T A 一啲团体嘅一啲管理员啦。啊，我哋讲其实啊，啲团体有时就都有会等于讲，我哋可能你平常好某个地方需要某个天数，他个人都可以去，可以去某个东西嚟送过去。嗰时你等于都讲，一开始嘅时间如果做安尼事情，然后后来都可以拜组成一啲协会，慈善会嘅意思。佢從幾時啊？跟我哋同我講嘅幾種我哋嘅名山嘅管理啊，伊平常體育係保養嘅一啲事情。平常一般係實施啦，有時要聽書嘅，人家同步俾我哋，我哋會同訊息公布喺啲網站上面。有想要聽書嘅朋友，伊哋如果過來，如果時代下同我哋有聯絡，我哋如果就一條指引，可以聽書一條。需要听书的朋友，不是一开始就等于讲，你喺一个
啊，能讲讯息的中心，吼、哦，你有没有站？这个有没有站嘛？都可能讲平常停止的播可能，你不祥的事情啊，或是有的有安的事情，可能就能讲，安的讲的事情，都等于把啊，等下资讯都存删出去，删出去，第二年，你都把不是都送到你的这边去，然后你的都送去本给的二十一年，慢慢的就变成更加的形态了。其实头两下开始都有想到讲，爱心书。怎么用亚文名啊？按照爱心书慈善，慈善会的一种名啊。其实爱心书也个很爱无意间提名录上面看到的，也个故事提咧讲，一个细人呢，要听一条书的，另外书，一旦从细时节就改课，明年就听他了。哦，啊，一细人咧拿一条书也背啦，哦，然后阿莫都，牛顿也书。书派啊，做动工安尼要啦。你听书会听下了，啊，我听工程师，啊，一定都变好朋友。啊，新年的太，有一段时间无过来请一个书诶。啊，呀，另外书有一摆看到啊，新年的过来请也是这，你讲，你可以欢喜。啊，你讲甲，安尼再来听下了，听下到，啊，一个新年，你讲爱敬太，吼，啊爱，无上个教，啊爱上个。买玩具啊，嘛个，咱爱没钱。啊，书个讲，咱爱没钱，甲唔通爱书当风所有个领哦，你摘下来，啊去适度个地方买。哦，安尼如果有钱，你想个，你可以去买，你想个买个东西。啊，一个新年个糖啊，豆粿汤，你同书也书当风个领哦，全部都摘下来拿去市场来卖。哦，卖迄个，你如拿去买玩具。啊，过一段时间，书也都见等，奇怪，一个新年人用无古来。过一段时间，一个新年人用古来时节，如同一个书个讲吼，甲爱定家吼，爱上个起舞个，想结婚。啊，一个书个如地讲，甲唔同爱书派剁下来，啊唔去起舞个。新年的糖啊多哦，该听如同一个书个吼，办过去有事业舞个。啊，又过一段时间，一个新年人用无古来。哎呀，书诶，又该上英语啊！过一段时间，新年诶过来，又听一个书诶讲，吼、哦，甲来定家上个做一条船诶，来上个出去创业，吼、哦，去落去创业，吼、哦，上个赚钱安尼。啊，书诶，又提讲，吼、哦，甲唔如听来诶书神全部剁下来，唔如拿去做船诶，安尼唔可以出去诶。啊，也是新年的糖啊，都过听，一路听书，做一首一条山呢，嘿，啊，都出去的。啊，过了一段，请求一段时间，啊，书的，一路存到书头的听，啊，书神全部都读清的。啊，过了清长一段时间，一个新年的又再过来，啊，都听一个书的讲，书的看啊到伊，如提讲白色哦，啊，生活嘛个都无的。全都输掉的，哦，无乜个可以搬的。啊，一个新人呢，伊嘛经过暗藏的时间，伊嘛老的。如果无事业的，啊，定讲啊，只要请一个地方可以休息的地方，安尼都可以的。啊，一个输的都躺在度，啊，都够听。刚从个停在输掉上面，哦，啊，其实一个故事上安尼讲的意思，如果伊一条输的如果有时的风险。哦，无要求一个新人嘞做某个回报，俺个人开会成立，嘛系伊面一个原因能成立的。也一方面，我本来想到讲，其实因为书诶，如果抢个人只家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好，你等于讲，其实两个人蛮细时间一路通个人胎嘛吼，佮其实个人可能在中间读书个时间啊，工作个时间，其实爸爸妈妈其实一路把伊只家可以有诶东西，都全部去搬运嘞。有些有句话讲，这个如果你这个冇得去要求爸爸妈妈，因为已经把可以搬的东西都搬了。但是爱等技术时间，爱等更加傻逼，可能我看到我从伢个故事里边讲个暗黑的结果，因为伢个故事里边，爱等你老生意呢变老以后，伊还是归来，好有批准嘅书诶，好休息。但是爱等更加傻逼里边有得位老人家可能冇安很远。以老的时节，还有生意的提个照顾，无论提个天数，他从这个呢服务的这种
可能讲个案底部哦，就有安尼个情形的个案。其实过多啦，像安尼服务的个案底部吼，有滴大部分如许分许财产以后，所以呢，如唔会，也老人家如唔会照顾的，像爱等多多安尼，有滴安尼，那许几年的事情，年初的事情，啊，如死的生人呢，啊，还有等如。都近啦，很多大财产的损失啦。啊，阿爸阿妹，无照顾。啊，妈妈上年的年代是过世呢。啊，伊等于请亲多资源，吼、哦，可以请的资源为请，他们全部都请到俺家来。啊，如果希望俺提等送一个独居老人餐啦。啊，其实一个安尼个人过做路底的啊。伊本身就请做餐厅，伊父亲咧做餐厅，伊做餐厅嘛，遐个等咧职工，啊，伊如讲爱请一个做餐厅体，明日早晨体送二十八元咧，用个蛋饼做做店，二啊八十。做餐厅当然想讲，甲好讲来腾送，啊，其实讲二十八元是唔得饱啦，啊，好狠也得做餐厅个开三十八元的数据，如讲。而且兄弟姐妹抢钱，所以很多人来的嘛，该无奈啦。但后来也被我能够阿公阿婆，以这个后来吧，容易照顾哈。讲一个安内都今年过年的时节，吼、哦，一个哑巴四年没吃饭的，阿都拔出一门口，哦，阿隔壁邻舍看到的，都阿等都提同步沙飞 Q， 阿沙飞 Q 有一间同一个老人家安置的。啊，安置以后，沙飞 Q 有入门讲，啊，二过年生年了嘛，啊，当然天下父母心，他个，吼、哦，无少无想个即家生年嘞，有嘛个官司啊嘛个，啊，不过伊要面对的如何，伊真是如何本也生年的气养，一个事实啦。故事其实也为故事谈好了，现在本人过通心，因为爸爸妈妈在乡下等的时间，伊在系务实的方向。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就买嗰度爱情书慈善地的故事哦。欢迎过来，福气来耶！上台节目，我等呢有 cat 同人讲一段爱情书、慈善费，其他的做完事情。我想问一下有 cat 吼，从人头都有功能做安多事情，你本身的那些费有多少年啊？一开始成立系三十八年，啊，顶家陆陆续续落来，顶家差不多七十人诶。噶，人因为慈善费本身的经费系对哪来咯？我等经费都一个费人每张月吼，一个人交一百个元。啊，有得会做调解，嘿，伊都可能较有能力，吼、哦，伊可能一整年要交一千元、两千元出来听书安尼。刚刚同我讲七十八年的话，等于一等于一百个元，哈、哦，刚刚同讲有得应该对各有钱，可能那个多一些。刚等于七十八年一等于一百个元，那差不多七千元啦、啊。错。刚呢？对于这慈善费来讲，也要营运可以拉拜哈。一天是唔拉拜啦。啊，像我哋有较需要较大条的经费的时间，吼、哦，我哋如果上网吼、哦、公开来募款啦咧。可是这时间的话，如果可能我有一点特别性呢，吼、哦，我哋如比到那些案例来特别来募款的事情。那头头有讲的，其实人的服务的这种内容过多啦，但是有时就有的物质来讲的话，有的是摸得到，有的是摸唔到。那平常的话，你有的适合的木质啊那种，有物质啊那东西。平常时候，像个人平常会掌握的，啊，跟老人家掌握的时间，像个人非人地方个都去做铁工的，啊，阿姨等我去同你掌握个时间，我同取个样品留下来。啊，留下来以后，挨等以后账户个时间也如许挨等用得多诶。啊，无如许先机哦，台湾先机过多。啊，先机迄个我过多安尼过台布条，啊呀过台布条挨等嘛会去提托啊留下来，也着对账户个一部分都用得多。
嘿，你也真的会重用的哈，因为可能那物质的哈，其实我讲讲多唔多，讲少唔少，可能丈夫啦，需要的东西，他肯定可能有，但是你讲啊，丈夫嘅啊出啊有贴皮的哈，无如果啊忙得那个都塑胶布的，其实每个米店你都拣得出来，但是你要买新的吧，又要花几多钱，你等于讲啊，又要木款去买那东西，可是我头先你讲刚才我的朋友在丈夫的时候有这种不买的贴皮的啦，好，这种还有我多少黑板啦，其实留下来黑板可能我们的我需要用到的东西的时候，你不是买新的耶，是因为一定其实蛮可以用，刚才想法是在过后，但是你能让三十万元最多七十万元，你能平常一样去应付人家安多的工作，其实平常我们接到安的我们有法度处理的，我们都他的伊个迷失如果去处理，无法吐个，我等路天用在网络上面，吼，啊，路有太家庭下来做安尼，路变成讲把网路变成一个平台，好，然后有某个资讯，有某个需求，吼，路在网路上面一屯他跟人讲，然后跟侬他跟人可以听书个，落地听书个件事情，那服务都更加了，你的范围太有天来啊，范围我等以女仆个为主啦，啊。今天有送到台东花莲，全部都有送啊。台东花莲的部分是因为较严，吼、哦，啊也一部分。今天台东有个延平乡的卫生所，吼、哦，伊等副理长打电话来，如讲哦，甲伊等这片地过山当风，啊无一点物资，哦，三户的着过客，哦，甲杜峰阿等有做到二手一部分。啊，我们想讲，敢无我们送过来？啊，前年过到间货运公司，其实有无半间货运公司有送到鞍山蛋黄的啦。啊，到后面联络的时节，其中有间头家提供我们去爱做爱心呢。哦，啊，伊都伊马上过有钱啦，都专门抢一个时机，腾出我们腾一物资全部送上鞍山蛋黄。故事你头先讲嘅，其实系啲关于人哋讲关于创业嘛，系啲关于现实类嘅点。你讲，其实你而家都系有物质，嘛不一定送得到。错。像有啲讲人讲过山洞啦，吼，讲山洞啦下地方，有啲货运公司咧冇去送嘅地方，因为钱嘅问题，系你根本都唔想做一件事情。故事像我哋，比如讲我哋喺山体上嘅嗰度生意嘅人，你有你当时做物质嘅专员嘅时阵。有冇个发生讲咧？佢即个个兼个唔会表唔到嘅事情。有一班人能上去舞台，舞台上，啲上面舞台骨折啦。啲阿人送物资上去嘅时阵，阿人入门高中，跟人嘅朋友较欠嘛嘅东西冇。其实高中嘅部分人嘛，有时冇发生同阿人开口。啊，是骨折嘅学生，如果佢同社会生活同讲，阿叔叔阿人阿人想说给人过，咁阿讲别人讲啊，唔会吵，甲买路腾古老的时间腾 Happy Boy 讲 ，Happy Boy 嗰度师傅啊，嘛喺做别人讲做面包诶，爱同我讲，感冒完了以后一整日送一摆上去，送给别人讲上去，啊，都本一整日过生日的安尼小神，好，按不头有个别人讲可以说，一部分爱同马贵刚想爱同 Boy 飞人，好，啊，伊等于把图做出安尼付出，啊，平常的生意呢，可能都因为提升当红啦，嘛也着资源过少啦，所以我们可以做多的，我们都尽量做比的。因为像结论讲的东西，像我们还在平地方啦，吼，还在细市镇的方嘛吼，对我们来讲，都会平常很多的一些东西，但是对我们偏向的生意来讲的话，一路真是会感觉到，我们明白的天上有很多，但是我们的山峰真是没办法从中吃到。可是他的心心望都说，我都想我吃到给人讲，好嘞，我都感觉这种过平常的事情，跟对人来讲，其实是一个过太一个希望。但是你等你多方人的飞人，你不如永远做安尼个给人讲啦，做保卫哈，变成一张眼有一个味道，一点可能蔓延过上过上瘾，好，这其实是一个原因啦，但是。过生意咧，咧，他个人都可以收到几两个，你变成生意咧，希望嘛可以啊，不用满足诶。他从人服务安多人，都嘛做安多的事情，比如说有位有人讲，譬如讲，伊都霸占都讲，你这个系朋友，听你服务啊，咁你都不能服务啊，伊总有安尼人。
嘛，还有安尼啦。你讲过度像滥用爱心的一部分，哦，其实阿登咖啡成立做完多事情以后，阿登嘛接个多青，因为有接个多青岛天发是要天书的，刚阿登去天书的，也等于要传出去，传出去像金钱路送送葬业的安尼，都有个妈妈带动伢生人嘞，哦，都对团啦，天白都打电话过来讲个。理事长，刚来上海屯人抢的跟咱救助金，啊，你提供一个唔免一个经费吼，我等我看懂，真是有需要，我等咱会拨。你可能咖啡马上成立无安多现金，啊，而物资部分我等可以腾数。啊，提白路提费，唔免提费迄啦，你迄提公众控，第二摆伊都连天发路无大，你直接带顿生意呢。我是要当安尼历史路卡，阿鲁金饺子，阿鲁安尼历史看到安尼，嘛没办法，阿鲁拿一个两千人币吼，阿鲁请伊讲，干如何过去个？阿后面也有打电话去台南问其他的单位啦，因为一个妈妈吼，台南部分，嗰度像阿咱咧慈善地一路去拖过个，阿拖到已经，他今年就提供伊迄带顿生意呢去腾国慈善地。托也得有急难救助金，啊，后面也得有问伊啦，讲敢用某本 SAFQ 来介入，比如讲 SAFQ 个题啊，生意的代志，啊，也得会从网络上面看到，吼、哦，伊如的伊个破坏相片全部如咧吃吃喝喝啦，啊，人是刚刚讲拿到也得三款，实际上面冇用到生意的情况，吼、哦，啊，不按人刚刚讲也唔咩喜好。啊！再来，对台南写到阿人评论，为了拿要上千元，咱要来费吼，要查钱都已经发一半嘞。其实你如果没需要安尼去对生意嘞啦。我想我相信阿人的沙飞地方应该滥用爱心的无安多啦，好无，我唔敢讲无，但是嘛唔会讲占鬼读书。我冲的安尼一方，能有。有某个事情的时候，咱在面如方在通知，好，然后如是怕他看见了恶意时，他从的这个做过很多事情地步，你这个有没有印象过过成为一种事情？比如讲阿公阿婆忙人照顾啦，忙到讲可能一天人账务啊，安尼事情，特别等他看见来回想一下。哎呀，账务个部分，如也今年上一年有个跟落雨啦，时间落个贵账业的，还有个阿婆。然后我当已经坏枪枪诶，类似三合院那种木板，都已经坏了的。啊，也民从中水，全部用水桶诶在食。啊，别人来有人抢啊的一看，啊，也都真是死诶喂，吼、哦，来都马上抢啊人滴块飞啊，啊做铁工诶，诶，嘛系最近用商业的时间都提做好诶，诶，啊嘛系一羊皮嘛系当时啊人又留下来，吼、哦，来。同一个阿婆天书做一个活动，哎，嗰是何才用能天书？希望像你的阿婆之间吼，要协钱，拿了衣服，拿了账目，我发其实真的冇安多钱。嗰是其实阿等嗰多农人家一定要得落下海，嗰是伊希望嗰多人去滴天书。休息一下哦，等下阿等买嗰多古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气来！上台节目，我哋玉剧同我哋分享讲以前服务嘅案例。我想问一下玉剧吼，相信我哋观众朋友看到更加花，咦，佢冇叫上讲，咁我哋可以有乜嘅天数？像我哋更加花，我哋观众朋友系有乜嘅可以同人天数嘅？好，譬如讲，冇如讲人家想有木板嘅物质嘅东西，可以同我哋观众朋友讲一下。哦，其实物质部分吼，像诶，有些人咧变压嘅。一条树啦、文具安尼无用到诶，人都可以整理好，啊，都可以记得放下的。啊个艺术诶上铺，安尼细那个墙，细某一部分都一次都改足啦，啊，细那个上铺改少。你头先讲诶树哦吼，嘿，教科书吗？还是讲安尼一般诶树嘛可以？一般诶树拢可以。
噶，唔同你前面讲希腊的神父，噶希腊神父是讲诶，那年纪还是讲全部都可以。嗯、其实希腊神父他又是每这个每个年纪阿的路过时了啦。噶从一般来讲阿的，你这个许多平民的神父的话，唔太容很容易处理的神父啊。哦，阿的我有职工、嗯，哦啊，全部人会分入过来天数整理。谁来都谁来，谁没谁没，谁年的谁年的，俺都崩开了。啊，一般俺们会送到用医院呢，这种政府案子的这种个案，嗯，这种无人照顾的，嗯，这种一定个需要，哎，因为等政府补助的部分，这条钱拉白一定去买丧服，哎，啊，一部分俺们会送过去，啊，较 Q 的丧服，俺们嘛会流放回来。啊，这种日本，这种流浪狗、流浪猫，这种流浪之家必然有用的。哎，这种 Q 类的产妇，你送去这种流浪狗、流浪猫，伊的很用来做嘛个东？哦，伊的，你叫的其实蛮玩东西。哦，要贴的啦，会贴的。嗯嗯嗯。可是我都变成讲，你等我只送过去，那是分类以后，你等送的地方，你等嘛有一分类。有。好，可以用的多的，譬如讲你蛮可以抓的，好，其他蛮该好的丈夫，啊，等都送不完的呢，啊，等公立给给到医院的嘛有偏向的，偏向的哈，一定人去用。噶各种个 Q level 好，可能有快的，啊，等都分给到流浪狗之家，因为人的谁给未来的一贴啦，啊，帮你给到东西。可是你当初要的。我只厨房来时，人没得讲，啊，人可能真皮都不满意，真皮都不满意，人家话会提分类嘛，会提移先分好，先分好啊。像我问换季的时节，我过到单位打电话就过来同阿人讨，啊，阿人有准备好的，阿人都可以直接送过去。好，可是变成讲，人已经一个单位已经有人的电话，同阿人批下的。可是可能问过的时节，或者有冇时间时节，我想问个，哎，你有安尼东西吗？错。可是变成讲，阿人的观众朋友，唔是讲夏天的，能送夏天的，平常都可以整理出来。平常都可以整理出来。如果送温的，那如果选整理后，选炖后，好，比如讲其他夏天的，可能阿人冬衣，有的话冬衣可能因为讲冇在做过诶。其他都可以送过来，系点解都可以送嘅？系啊，因为等当下就可能下半夜，佢就个冷一些嘅时间，尤其现在等啲老人家可能，个秋天都感觉到佢寒冷咧。其实纱布都可以准备好，都可以送过来。因为你是木嘅花吼，阿等整理嘛时间，可能如，啊当然能整理好诶，再送过来对于较好啦。咁你一开始种对等阿等阿等讲名站上面咧，一啲一啲我哋上礼拜古嗰种事情的一种名站啦，哈，慢慢的变起个一个慈善事。咁对未来咯，你对未来有乜个想法？哦，未来啊，未来我哋点解目前我哋有一个想法，哈，做课后辅导班啦，诶，那部分都系有啲太阳晒上班，啊下班的时间较暗，哦，啊生意呢冇奈何去。哦，比方学个都学教古来又唔变现来，啊，我哋都想讲，感冒都停一条学生诶集中风起来，啊，我哋都做病情，啊，顺便教一点下功课，哦，啊，顺便都教一点讲，因为我哋爱心书，我哋咧天气都系想要搞生意呢，你点解同人讲按道按理，嗰度如何分开财产以后，阿爸阿妹都唔会顾诶。阿人是想讲，可以对些比等有一种观念吼，要尽要惜福，吼啊要孝顺，一个课后辅导班一部分阿人可以做到也开。嗰种你要课后辅导班，唔单止系教功课呢吼，其实你过于希望讲对阿人办事时间都帮阿人呢，阿人下一趟的生意的提供，其实。爸爸妈妈爱心吼，其实系务实的啦。听你讲，其实我等亚沙菲地波吧，有几多年会天数吼，等海外有能力的时间买一天数便宜。有我等之后都讲拜六礼拜，吼啊，我等出去听人丈夫个时间，哎，我等蛮可以带一个学生过来，然后能天数一下吃一下饼，收一下天来，轮能去讲述一下吼。病人需要的人还是够多，哎，俺能可以行出来天数人，哦，也都够好的看事情。因为俺一开始谈到讲，哎，这个上爱做啊的那课后辅导，我想讲，奇怪，侬会跨足教育界，哈、哦，如果走一个人给课后辅导做啊件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哎，人家课后辅导
功课迄部分，好，当然比我的生意的贵下下课时间，可能太面上唔像古来时间，有一点人可以做古意，好，唔会乱做，好，唔会那容易压床开张，有事情可能会发生，有一点人可以做古意，好，阿不要有人有好色，好，就是像一个绿卡用的啦，然后下中间时间有人去提天数。提供唔晓得东西，用我一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来提，而别人提供其实一种的付出，好、哦，系如果做生意的啊，可以做付出。唔单止讲生意的，一天都系接触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人咧想法真是感觉到几好，因为我从头要讲讲，我哋咧阶级吧，以前我哋像我哋咧农庄的地方，我哋咧西庄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讲，我哋咧职业冇态度是安怎，我哋冇往个图书安多图书馆啦，好几多东西。但是我哋生意咧靠特殊，我可以反转自家命运。不是，但是有的我嗰度嗰苦嘅生意咧，其实冇办法从呼吸啦，吼、哦，几多东西，嗰时嘅成绩可能会高某一些。但是家中有几名嘅有人安尼课后辅导，我相信一般咧都生意咧一路可以去参加人的课后辅导。个创人的课后辅导会收费吗？全限家庭啊，等系免费。啊，如果家是真是有能力可以负担嘅话，多多少少都今年是吧？吼、哦，本个人嘅费用发到运作。安尼，他敢有付出，哦，啊，他人啥嘛看得到，人家生意呢，听下人家做为嘛个事情，哦，啊，我们可以带伊出去做其他活动安尼，啊，每年讲我们让，真是客户辅导让他搞一点读书，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我对这么快是做更加好，意思上我每一件事情都讲。从头都讲了很多事情，你不会一头事情全部如磨穿前的事情。按这个安阳强，当初做毛想做安尼事情？当初来对日本读书两年，过来以后，因为我爸爸不平，啊，我爸爸不平，过来都有故事。跟他发现讲，哦，我爸爸其实常常做为青岛三师，哦，啊，一部分我爸爸本来安尼环境。啊！我有听来做些，做些时间看到安度状况，咁我就想讲，甲我即个出来做，最起码我即个看得到，吼、哦，一条东西我可以分享出去。嗰时等于系一个良善的循环，吼，因为即个过来以后，你发现到讲，八万年来已经做安度年，好嘛，做安度安的安慈善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到，其实应该是你最有能力 去付出的时间，同时也可以接触到爸爸，一份做善行的事情的一种方法。可是你呈现你的慈善费，那像你这个慈善费做完多年哦，有多个那种感觉到过认同的事情。像有一摆送餐哈，那送一独居老人的偏当的时间，有个阿伯的，这时间嘛还。十八台风啦，啊，都天师发下的，哦，啊，两个礼拜发下两个礼拜，啊，我有一年我有送船的时间，对阿伯个同阿公讲，阿看，噶阿伯同长雄去看师好冇？我讲好，阿伯个讲，就讲，我天师吼发下两个礼拜，啊，我老人家啊平常时路人睇到个看电视，啊，我出去同阿穷人机个吼，全部都已经忘神嘞，啊，我钱都。可以同来聊天的对象，啊，阿伯想要拜同哦，同来看有艺术的天师么？啊，便宜小小个买阿伯，我都同阿伯讲，噶唔即个唔是实，一部分我会同想法都同，我去摸看看咯。啊，时间我唔敢同讲，某个时间，啊，不过有我都送来。结果我那一柜啊都爱点来放，如果你送一台天师来。如安冥冥之中，如安度好，如果有。不是等于讲啊，从头我讲啊，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全世界你如果来天使做一件事情。可是做一件事情不能想到讲，因为其实我们然后讲咯，三十人应该懂，好，但是有时间我们真是唔提供，我们哎服务的人点来？点来点来？但是你人都作为在那平台，比方他人提供，哎，你摆两团，好，啊，比你天使的人。想爱听书的人，把伊提接上下的。噶，你这个朋友呢？你这个朋友应该看到恁来做，一定有某个影响，无论个有某个改变。一定平常时看到来在做，有人讲，啊，起来做安辛苦做嘛个喏。
讲其实你都冇看过安尼，真是喜悦喂。好、哦、啊，其实爱人讲实在，爱人付出也付出，如何认同人最好的互动啦。爱提付爱提咪提天数诶，讲你爱有喜悦时节，哎，唔是讲某个一人只家如何行上前。如像顶刚爱所有身边的朋友，伊都看爱做安尼，伊得咪？啊，看个本来本来个机会，阿妈来，阿有闲阿都过来听书安尼。可是你的朋友嘛，看到你来做，看到我在那爱去我在阿照顾我呢，有那朋友咯，其实我在那沙皮地方嘛，有几多年其实我需要去听书。噶一般人我讲，哎，其实我都看到我在沙皮，看到个好话，冇爱听书的人啊，噶你很容易请到到人咯。一般创业的，就来讲咧，你讲政府补助的低收入户啊、哦，中低收入户，其实这种真是没钱的人哈，伊、哦、没要求。但做起安尼够有钱呢，伊会想法都去抢一条低收入户一条出来。伊讲，反正人有体量啊，加减嘛量一下，其实够多安尼人啦。好、哦、啊，安尼时代下，安尼所提的，真是需要帮助的。伊莫真是疼讲，好啊，伊阿朋友，如果都已真是无法吐的，伊阿朋友要过来同阿人同胞。其实真正阿人最底层的人，吼，阿人最希望帮助的人，伊迄无办法行出来，就能讲来到来帮助的。你是要帮助啊？嗰种阿人提沙皮箱，嗰种阿人看唔到，其实伊同埋提几片，希望阿人伊提天数。其实。我哋要开以全心嘅投入我哋嘅公益事业，哎呀，要感恩佢嘅朋友嘛，全心嘅支持伊，还有透过网络一路一多年把爱心施俾佢呀。嗰种我哋可以上到讲我哋嗰度身边嘅人，如果需要听说话，我上下块土地，嘛会一路一好。今日我哋嘅感谢要开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很多慈善嘅事情。多谢主持人，哎，多谢各位观众，哦啊。原对于某个事业或想要了解我的爱情书慈善会的，有听我的网络上面我的那平台，哦，来看来了解我的，哦啊，有需要帮忙的，也可以同我们讲，哦，多谢大家。休息一下哦，谈到安多安吉泰故事以后，还是要听我的欣赏了，运动运动哦。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哟。今日先上个教我系抹布运动哦。用抹布平常拿来清洁用的，好，跟抹布都可以哦。好，像拿两块清洁用的抹布，好，准备好的哈，来做绕腕的动作，像梳弯来。捞眼前呢，好，捞眼前呢，看清楚诶，毛诶树来捞眼前呢，底上面捞，底下面捞，捞到下面，好，看看，像树拿润，诶面拍，好，慢慢呢，上面，下面。快打开来上面，慢慢地捞下来，好，平家腾先生通下腾的树左片右片右片左片、右片、左片，看清楚的吗？底下的树，来，上右片、上左片。好，拿轮，你咪做布的，唔会尴尬。好，土你咪做布的，甩出去的尴尬。好，两只手是看那心哈，来，一、二、三、
七、五、六、七、八、九、十。好，再来，阿南同阿南来数完，数完，下面、上面、下面、上面。再看一下，上下同，看清楚的哈。好，那乱的那咪做古诶。好，来伸出来，下，上，下，上，平行上通下做通做。平常时啊，能从外来每天来呀、啊，用米做布诶来擦窗户，啊，更加来做擦窗户的动作。好，一只竖线，两个叶位，左撇，右撇，左撇，右撇。好，加上我的脚，你更加嘛可以去窗户哦，隔片哦可以。很多人做，一方面可以做运动，一方面不用的窗户呢，吼，可以个窗啊来清洁，边清洁来边做运动哦。上面出出啦，天空来。下面出出啦，上面，下面，上面，下面，好了，弯片。拜，上面出黑嘞，啊出下拜。下面，啊那两扎树通下哦，一。二、三、四，下背一、二、三、四，好，上面出黑嘞。下面嘛出去嘞，那摸出到啊，你中间摸出到，哈，中间来做上下，好加上你脚，还能吞吞着连贯哦，上面七百，下面七百，中间七百，长吞先上通下走。
嘛可以起个窗户诶，好前面嘛可以来变出窗户来变云吞哦。好，慢慢的数过来，缓和。好，刚刚我们来做上下，数来做上下运动。好，鼓下来。好，夹硬的鼓。来弯片，并加吞吞做了连杆的哦，从上面下背中间，还有上下了连吞下，停顿欣赏吞下走。中间加油哦，上面下面中间上下，很清楚的吗？简单又好记。中间上下，慢慢的数过来，嘻嘻，跳嘻，好，吞一个，伸出去，脚放来，数到前面，伸出去，尽量配打车，配拢打车。好，再变诶，你诶，脚一片。慢慢的鼓来，弯片，因为脚的后肩肌全部绑到，我会感觉更软。用下去，弯片。今天的动作记得了吗？放下来，吞心上吞下做运动，身体会变得更好，好心情也会更好哦。好好运动，还能下次再来聊。